就我怀孕了，对，就。一切都写在你脸上了。当初我不是跟你讲过，我是公众人物，我经不起吗？你自己不会算时间？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你啊，你也知道我多爱你，对不对？这是理由吗？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你舍得让我把这个孩子拿掉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说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以生下来的话，那我要怎么去安抚家里那一个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不是本来就跟我说你要跟他离婚，你又不喜欢他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离婚要时间嘛，对不对？你也知道他是……那我生下来的时候，你要回来找我啊？那你不能就这样叫我把他拿掉之类的？我觉得这样哈，我允允，你真的在帮我找麻烦，还是要……不是，我是真的我真还心，是要，我还是要带你去医院。不是，走，我是真心的来，喜欢你，那你不能让我这样你就……不能在这种情况之下生下来。我告诉你，我到现在没有办法去面对，去面对什么？去面对这件事情，跟我面对陪我你一的起家面人。对这真的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去碰的这个事情了，你还要叫我再继续往里往什么？往人生的绝路上面这样去钻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你不能够生出来。如果说你生出来的话，我恐怕官司要打不完，然后社会上会怎么去看我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就走，我们在要这带个你时去。候，干哥终于摆脱了小三，回到家里。但这时候，正宫也赫然发现，原来她的老公在外头有小三，拿着离婚协议书要跟她好好的来聊一聊。老公啊，嗯，我跟你说一件很严重的事不情。要说，你嘴里说出来绝对没有好事。我跟你说，对你来说可能会是好事。你看这张照片是什么东西？啊？你看到没有？你跟一个年轻的妹妹，不，还没有比我漂亮的妹妹一起去了摩天，还被拍到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是误会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误会，你也知男道，人的我嘴巴，常常会男被，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，你听对我不讲，对？我常常会被狗仔给锁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有时候拍了一张照片，你不能够看图说故事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是有误会在里面的啦。好，那你说是什么故事呢？哎，那个就是因为他可能这个不太舒服，所以我带他去摩铁，然后让他进去如厕，就这样而已，绝对跟他没有你想象中那种关系。很好，下一张照片是不太像照片。为什么还有婴儿照片，还有胎的照片出来了呢？老公，我你就是这从么。哪来的？怎么可能？不，哇！老哎，公，我觉得不行了，我娶她还有一二个十东几西。年，我不晓得她这么厉害哎，原来她早就已经在监视我了。天没错，哪！老公来，啊，白纸这又黑是什字，么？我们签下我们的离婚协议书。跟你说，财产40亿归我的，一个月500万的赡养费，同不同意？我字都签好了。哎呦，我听到500万，我血压上升啊！就在这个时候，小三突然闯入。你怎么来了，云云？你不要这个时候，你不要。就是他吗？就是他吗？小三就是他吗？他不是小他已三，经不喜欢你了，好不好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跟他纠缠不清？老公，你昨天晚上还抱着我说爱我，隔天又抱着他说爱他，怎么一回事呢？因为他我两早个就都受不爱啊，了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是大老婆，对不对？那其实云云跟我只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，你我真的跟是你只误是工会。作上的关系，你跟我说你不喜欢他，你现在不跟是，我说你只是工作上的关系，你是工作上的关系，孩子怎么没有着拿掉？我不是我说句实话，老婆还是老婆，你是爱我的云云，对吧？你不喜欢他，对不对？喂，哎，不是，不要动手不动脚，好不好？不是，现在是谁动手动脚？现在谁动手动脚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不要在公共场合里面这么大小声，会把人家给吓到。而且我也是公众人物，干嫂也是公众人物啊，对不对？这一件事情我们老公，你要还怎么是跟可他以。断开关系？哦，不是，现在是对，谁在大小声？我。是你老婆在大小声。你是不是比较喜欢我嘛？对不对？老公是这样的吗？老公，老公，来，那你签这张40亿的财产跟500万的赡养费，你先签一签，就同意好不好？哇！我钱先看到拿过这，我来。就昏倒但是啦。不好意思啊。